好，现在换各位上来练习。啊，这里有一些题目。第一题，镁加二氧化碳变成碳跟氧化镁。我们请那个28号、35号跟6号上来。写第一题哦，好，我写可以啊。好，写答案，不，都写第一题，全部人都写第一题。好多书啊，好多黑板，全部的人都写第一题。镁加二氧化碳产生碳加氧化镁。好，我写可以。你在没上班？哈哈哈。OK， 非常好，上面的答案都是对的，上面的答案都是对的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钠加水会产生氢跟氢氧化钠，这个叫做一号、十一号，跟找个男生吧，找个帅哥男，叫做。好，就25号。我不是帅哥啊！啊，在。哦，我是帅哥。我先你讲，你借我小看你。哈哈。那加上水产生氢气跟氢氧化钠。我不会写。我来写化学式。那加上水产生氢气跟氢氧化钠。钠加水产生氢气跟氢氧化钠。很好，有人写完了，很好。有人在那边乱写。来，不知道写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来，来，我们把镜头。移过去一点，不好看，不好乱写，不要看，因为这个人在乱写。第一个他只有那写对了，谁写错了？我现在吐了。水去 H2O 啊，这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如果他想的写的是氢氧化钠的话，氢氧化钠是 NaOH 不是 HONA， 什么烂东西啊！然后还撒个玩意儿，还撒个东西，什么叫做氢气 H2？ 所以这个人也一样，这位帅哥，这个女生也一样，这个人也一样，你也撒了一个氢气啊！你也撒了一个氢气啊！我为什么是 H 啊？这个题目啊，只要你写错，你一检查就知道错了。前面两个钠，后面两个钠，对，前面四个氢，后面两个氢，一定错啊，一定错，你看就知道错了嘛，你看就知道错了，所以这种题目你写错，你看就知道错了，你只要左右检查一下，你就知道你错了。这四个我帮你算，我每次多少抽，所以有一个是对的，两个对的，好。就是另外这个女生是对的，好，来下一个，碘化钾加硝酸铅产生碘化铅加上硝酸钾，碘化钾加上硝酸铅生成碘化铅加上硝酸钾，啊，碘化钾 Ki， 硝酸铅 Pb， 刮胡 O 三刮胡二。好，然后产生碘化铅加硝酸钾，碘化铅 PbI2， 硝酸钾 KNO3， 碘化钾 Ki， 硝酸铅 Pb 刮胡 O3 刮胡二，碘化铅 PbI2， 硝酸钾 KNO3。我已经讲两遍了，我讲两遍。
碘化钾 KI， 硝酸铅 BB 刮弧 NO3 刮弧二。什么 ？BB 刮弧。碘化铅 PBI2。哦 ，PBI2 什么？硝酸钾 KNO3。OK OK。好，帅哥美女。等一下啦，讲什么？好。四号、三四号、十六号，先啊，先，先，什么东西啊？再来，快点，先快点做一些动作，然后可以盖过去你的头。等一下啊，是什么东东啊？为什么你要上来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带弟弟的。是。就你们笑一下黑板，三十号，一千两百三十号，是，一千两百三十号。电话讲是 KI 吗？不要写 KI BB 刮弧 NO3 刮弧2。好，我觉得要快写 BBI2 NO3 来，我帮你们说啦，快写，像我这样，像我说的一样写。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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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了，写给 A， 哎对 A， 然后再写 B， 然后再写3NO3。什么东西啊？三号啦，小三。有人用抄的，还抄错。完全错。回去，我要你的错，我需要你的错误答案。谢谢。我需要你的错误答案。我在这里已经写了。硝酸铅是 BB 刮弧 NO3， 这是 H， 你看一下 H 吧， NO3 硝酸根二，好了，没关系，这样做，这个叫做 PBKK， 铅化，对不对？钾化铅，钾化铅。两个金属凑在一起还蛮不容易的，金属跟金属构成化合物，你也蛮厉害的啊。PBI2， 这个我写了。好，你的 N 我都写在 H 啊，大家喜欢写 H 啊，这个写的不太对 ，NOI2， 所以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三局是要错误。为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答案你写 PBL。APPL，APPL， 好难哦。这个方程式下学期会出现。那为什么？这个方程式下学期会出现。不用急，讲错，应该讲说这学期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国二下。啊，这学期会出现，碘化钾加硝酸铅，产生碘化铅加上硝酸钾，这个方程式这学期会出现，就是三个。这是前三题，这是前三题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，OK 吗 ？OK。